同学，大家好，我是陈淑段老师。今天我们要为同学介绍的是第十三讲财务预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讲次的单元目标。本讲次的单元目标有以下的五点。第一点呢，是要让同学了解财务预测的意义、功能跟相关的规范。第二点呢，是要了解财务预测编制的基本与原则。第三点呢，是要了解财务预测揭露准则的有关规定，以及第四点，让同学了解财务预测的后续维护，以及第五点的了解对上市公司应公开完整财务预测的认定标准。那么在这个讲次当中呢，我们会为同学介绍的是财务预测，它是企业负责人最佳的一个知识和信念。那么以未来财务报表表达企业预期的财务状况、经营结果和现金的流量。那么它对财务计划的不同是在于假设和预期行动过程的不同。那么经由财务预测呢，可以了解经营决策者对企业未来的一个规划，作为企业经营绩效评估的一个依据，以及了解企业的成长。那么以上是我们今天会为同学大致讲解的内容。那么在今天的讲次当中，我们一样很高兴的邀请到谭慧馨谭老师一同加入我们讲授的行列。我们欢迎谭老师。好，陈主任好，各位同学好，很高兴又加入了我们财务报表分析的研究。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同学来介绍的跟以往可以说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前面大概都是依据企业它已经发生的交易事项汇整以后的财务报表来分析了解这个企业，但是我们今天呢却是企业根据它的营业计划的预期的它的一个预期的结果所编制的财务预测，所以它是一个未发生的，是一个未来的。那么因此它又会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子不同的讯息呢？好，那么同样的有关这个财务预测的相关的内容，我们还是请陈主任先为我们同学来做说明。好，谢谢谭老师。刚刚谭老师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过去我们所念到的财务报表都是企业已经发生过的一个这个交易的事件，那么是属于其后事后的一种报表。那么今天所介绍的财务预测呢，它是预期未来这个企业在未来这一年它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因此呢它是一个未发生的一种预期的一个成果，因此跟我们过去所学到的财务资讯呢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既然是预期，那么当然会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呢我们就正式进入来介绍这个财务预测的一个意义。那么财务预测呢，它是企业管理当局依照它的计划跟经营的一个环境，那么对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的流量所做最适当的一个估计。那么以上是我们说财务预测的意义。那么财务预测有什么样的功能呢？财务预测呢，也就是说借由这样的一个资讯，我们公司的经理人他可以透过财务预测的资讯来作为绩效目标进行的规划，然后呢来进行管理的工作。那么证券分析师呢，透过财务预测才可以来评估公司的价值。那么银行跟债权人透过财务预测才能够来决定授信的条件跟额度。那么也就是说，财务报表的使用人在做一些投资授信决策的时候如果有财务资讯的一个报表呢来作为依据的话，那么可以作为他在做决策的时候有一个比较确切的一个依据。否则的话呢，就是我们不了解经营管理者他对于企业未来的一个计划是什么，那么因此呢财务预测呢对于我们说财务资讯使用人来说是有他一定程度的帮助。那么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财务预测跟财务计划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那么我们知道说财务预测和财务计划的不同是在于假设和预期行动过程的不同。那么预测呢是根据预期存在的情况和预期要采取的行动过程来表示的。那么相对的呢，一个计划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的假设一个的行动过程。好，因此我们说财务预测呢跟财务计划是不一样。财务计划呢它可以透过很多种不同的一个预测的一个方式来做规划的动作。好，那么再来呢，财务预测它的功能我们更确切的来说，它又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也就是说它可以让这个报表使用者
对于被投资者未来的一个经营绩效预测的一个参考。那么它的功用呢，我们可以为同学汇总有下列的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可以了解经营决策对企业未来的一个规划。那么第二点呢，是作为企业经营绩效评估的依据。那么第三点呢，是可以了解企业的成长。那么针对这三点功能呢，我一一为同学来做介绍。第一个呢，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要了解企业的经营决策者对企业未来的规划。那么我们知道说企业经营政策的一个变动对企业未来的一个财务状况有莫大的一个影响。那么企业未来的一个财务状况又跟该企业的存续跟发展有着密切的一个关系。因此呢，经营者在拟定经营政策之前，会先就政策变动它所可能引起的各种各项影响来加以预估。因此呢，预估透过财务预测的一个表达，就可以使投资者对于企业未来政策的走向有比较具体而且正确的一个认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财务预测它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可以帮助这个使用人去了解经营决策者他未来的一个规划跟预期的一个财务状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作为企业经营绩效评估的一个依据。那我们知道说，投资人可以将企业对外公布的财务数字跟实际的结果来加以比较，那么作为企业经营绩效良语的一个评估依据。那么我们知道，既然财务预测是一个预测的一个数字，那它存在有非常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因此呢，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呢，当然就是知道它有重大的不确定性的一个因素，因此我们会考虑过去的实际财务状况跟对照公司预期的财务预测的一个数字来做比对，那么当然就可以当作自己做决策时候的一个参考依据。那么第三项功能呢，是了解企业的成长。投资人最关心的是这个企业它未来的发展。那么由企业预测呢，就是可以看出说这个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它的成长率。那么依据财务预测的结果呢，来进行投资的决策。那么当然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只要是预测就有它一定的风险跟不一定能够达成的一个疑虑存在。因此呢，投资人在使用的时候，虽然预测有这样的功能，但是呢要能够确定的是说还是必须要预估未来的一个财务状况跟评估这个企业各方面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的环境来做一些决策的。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财务预测它有什么样的相关规范呢？那么从我们民国80年的5月开始实施财务预测的一个制度，一直到民国94年的这个1月1日起，好，那么也就是说，一直从80年到94年这个年初开始，这一段时间是我们实施强制性财务预测的一个时间点。那么因为呢，预测它存在的有非常多的一个这个不确定性。然后呢，导致很多公司在发布财务预测之后呢，会有很多财务预测的后续的修正啊。那么因此呢，我们的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在民国94年1月1日起正式取消强制性财务预测，希望改为自愿性揭露的一个资讯。那么呢，是希望能够透过自愿性揭露的资讯来提高资讯的一个品质。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财务预测，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它是一种预计的预测的一个未来的规划。那么当然在公司端，它可能会就是在做预测的时候，一定是抱持着一个乐观预测的一个角度去预估的。那么如果是悲观预测的话呢，那当然所估出来的财务预测的数字，投资人跟债权人当然对公司就失去了信心。因此公司在这个揭露财务预测的时候，通常都是抱持的比较乐观的方式去预估的，导致呢财务预测的这个数字未必能够完全达成。因此公司呢，在这个预测在这个实际营运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现说预测过度乐观，而导致必须要去修正或是更正财务预测的一个内容。所以呢，我们的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在94年把财务预测改为自愿性揭露的一个资讯。那么所以报表使用人一定要
非常的清楚知道说预测它是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那最后的营运结果未必会和预测是相符的。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这个讲次除了介绍财务预测的基本原则之外，我们也会介绍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它所发布的公开发行公司财务预测处理准则的主要内容。另外呢，我们也要介绍台湾证券交易股份有限公司对上市公司应公开完整财务预测的认定标准，以及审计准则公报第19号财务预测合约要点等相关的规范。那么以上是我们这一个章节里面大致会跟同学介绍的内容。好，那第一个部分我们要让同学知道的是财务预测该怎么编呢？那至于财务预测编制的基本准则，我们就请谭慧馨谭老师来为同学做介绍。好的，谢谢陈主任。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为同学说明我们财务预测基本编制的一个原则。那我们讲，其实我们的财务预测呢，它还是强调它的一个专业性，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当然需要它是一位对于不管是整个产业的结构，或者是经营的环境，还有对于未来的财务状况以及公司的政策，当然都要有适当了解的人士来编制。那么此外呢，它还必须要保持着一个高度的敏感度，那么也必须要秉持着一个诚信的原则，也就是用最诚实的态度来编制。那么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去编制出一份合理可靠而又有用的一个财务的预测。所以我们的基本原则呢，我们大概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就是要有诚信的原则。那既然是财务预测，我们说因为它针对的都是一些未来还没有发生的，所以呢它往往会涉及到很多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是基于一个合理的假设或者是一个适切的注意的话，那么这个财务预测呢，很可能会产生一些误导。所以我们的企业管理当局事实上在做编制的时候，必须要基于一个合理的假设，还有必须要注意到，就是要用诚信的原则，要避免掉过度的乐观或者是悲观，那么以至于去误导使用者的一个判断。所以我们所谓的诚信原则呢，基本上也就是指的企业管理当局它必须要有一个合理适当的假设，同时要尽到专业应有的一个注意，那么来揭露我们这些相关的资讯。好，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的话呢，也就是我们前面提的，我们应该要有合适的人员，我们来谨慎的编制。那么呢，我们希望这样子能够去确保我们财务预测资讯品质它的一个合理以及可靠。那我们通常所指的合适人员呢，大概当然就是要对不管是企业或是产业，那么也都是要有基本的认识。那么此外呢，不管是就生产、行销、会计、财务，或者是针对研究、环保或者是工程以及其他方面，都要有相当专长的一些人士。好，那么第三个的话呢，我们讲基本上我们还必须要有适当的会计的政策，也就是我们要采用适当的会计政策。那么另外同时的话呢，当我们的交易实际发生的时候，我们所预期要采用的会计政策我们必须要相一致，也就是例如说我的折旧如果我用直线法，那我们的财务预测应该用直线法。那么但是当然我们也提过，我们的会计政策呢可能会做一些改变，所以如果管理当局他预期会计政策会有改变的时候，那我们也应该适度的把它反映在我们的财务预测当中。好，这是我们的第三点。那么第四个原则的话呢，我们说就是最佳的资讯。因为我们在编制财务预测的时候，其实我们所引用的攸关资讯它的来源可以说很多，可能来自于企业的内部，也可能是来自于外部的资讯。那么因此呢，我们的企业必须要建立一个那么有效的财务预测的一个程序，那么好去收集当时合理而又可用的最佳资讯，主要就是它可以作为我们建立适当假设的一个依据。那么我们在编制这个财务预测的时候，我们所引用的这些资讯事实上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可靠性其实是各有不同的。所以企业管理当局呢，他在做这个财务预测的过程当中，应该要考虑这些基本资料它的一个可靠性以及它的一个攸关性。
同时我们要去审慎的考虑这些资讯它的一个详检的适当性。那么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就是财务的资讯的收集其实都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所以我们在做资讯收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它的一个搜寻的成本以及它预期的效益，我们一定要把它一并把它纳入来做考量。好，那么这个是我们有关第四点。那么第五个的话呢，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计划要一致。那么也就是企业基本上它是依照营运计划所预期的结果，那么来做这个财务预测的编制。那么有关企业营运计划呢，同样它的资讯呢可能会各有不同的来源，所以我们编制在财务预测的时候也要去评估它的一个适当性。好，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第六点，也就是关键因素。我们说我们基本上我们要去确认跟这个营运相关的关键因素，那么要为它建立一个合理的假设，那么同时可以作为财务预测的一个基础。我们讲例如说，今天如果我们觉得人工它是这个营运的一个关键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建立我们相关的人工的需求以及它的一个人工的工资率这些的一个基本假设，那么好便于我们在做财务预测编制的时候一个数字的来源。那么第七个我们要介绍的原则就是适当的假设。因为我们前面不断的在提适当的假设，因为适当的假设呢可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整个财务预测它的一个良劣基本上就是决定在于基本假设的一个优劣，所以我们财务的预测一定要基于适当的一个基本的假设。例如我们后面的范例在做14年的合并营业成本的估计的时候，它就是根据13年的营业成本数字再加起15.4%，那么它所依据的假设也就是它估计在14年的时候有关手机的销货的成本，或者是我们电信设备的折旧费用以及特许权的摊销，可能这些方面的成本都会增加，所以它依据这个样子的假设，所以把14年的成本数把它往上调了15.4%。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七点。那么第八个呢，我们讲就是敏感度的分析。因为我们财务预测的结果对于这个预测的变动，它的敏感度可能会有所不同。有一些呢预测只是稍有一点变动，但是整个我们预测的结果的差异就非常的大。但是有一些呢我们的假设可能呢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动，可是呢结果预测的结果呢却只是一个小幅度的差异。那么因此在我们做这个预测的这个假设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它如果有两个性质，一个就是说它对于预测的结果敏感度高的假设，或者是这个假设它产生差异性可能高的这个假设，有这样子的性质呢，我们一定要非常审慎的来处理。也就是可能会有企业的高阶的人员会来做一些基本资料的一些分析跟研究以及复核，好避免我们预测差异造成，避免我们的财务的预测造成太大的一个差异。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第九个也就是所谓的书面的文件。那么我们企业对于财务的预测还有它的程序，我们都要建立一个适当的书面的文件，主要就是要便利于相关部门的一个复核以及核准。那么当然也还有就是为了便利于我们后续把实际的结果跟预测的结果去做比较。那么但是我们在做这个资料的时候，我们除了有关的基本假设我们要建立以外，那么对于支持这些基本假设的汇总资料，我们也都要把它建立相关的书面的文件。那么第十个也就是我们提的，我们会把预期的结果跟实际的结果去做定期的一个比较，那么去了解它的一个差异，同时作为预测的一个改善。那么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分析的时候，其实除了就整体的一个财务结果以外，我们同时还会对我们的关键因素以及它的一个基本假设，我们也会纳入我们去做分析探讨的内容。那么第十一我们讲也就是复核跟核准。因为我们说我们的企业管理当局还是要对财务预测去负最终的责任，
所以当财务预测编制完成以后，他必须要提报我们的董事会去做核准。那么如果因故没有来得及去提报的话，那我们也要在最近一次的股东会，我们要去补提报，那么予以追认。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有关财务预测编制的基本原则，我们对同学做的说明。那么接下来财务预测的切入以及它的相关的规定，一样我们还是请陈主任继续来为同学做介绍。好，谢谢谭老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财务预测揭露准则及有关的规定。那么我们知道财务预测的一个相关规范呢，已经在民国1994年1月1日改为自愿性揭露的一个资讯。那么既然改为自愿性揭露的资讯，可是呢，对于财务预测的一些相关规范，我们要让同学清楚的了解。那么我国现行的企业财务预测揭露呢，是依据我们的这个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它所公告的公开发行公司财务预测的资讯处理准则来办理的。那么公开发行公司呢，它得依下列的方式来公开财务预测。那么这个得字呢，也就是它有选择的一个这个空间。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可以选择用检视的财务预测，或是呢公司可以选择完整式的财务预测。那么什么叫做检视的财务预测呢？所谓检视的财务预测呢，它就是说预期的期间它涵盖的是至少要一季，但得以季为单位公开超过一季的一个预测资讯。那么财务预测这个检视财务预测的预测项目呢，它包括至少要有所谓的营业收入、营业毛利、营业费用、营业这个利益以及税前净利、综合损益、每股盈余以及取得处分重大资产的预测资讯。那么以及会计政策跟财务报告一致性的一个说明。那么各项目的金额得以单一的数字或是区间估计来表达。那么呢，必须要说明它基本的基本的假设以及估计相关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就是检视的财务预测。那么检视财务预测刚刚提过的，它是可以以一季为单位啊来公告。那么另外呢，它所公告的这个数字呢，可以是单一个数字或是以区间来作为表达的方式。因此我们说检视财务预测基本上它的一个精确度比较没有那么样的这个精准，那么只是作为大概估计的一个参考方向。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完整式的财务预测。那么完整式的财务预测就是说，公开发行公司它编制财务预测要参照历史性的基本财务报表的完整格式，那么必须要按照单一的金额来表达，并且将最近两年度的财务报表跟本年度的财务预测要并列。那么我们知道说完整式的财务预测它的资讯会比刚刚的检视财务预测要来的完备，因为呢它有提到的，它这个揭露的期间是以一个年度为准，而且揭露的金额是单一金额那么必须要把过去两年度的实际的财务状况跟财务预测来并列。那么这样呢，可以提供给这个资讯使用人更加完整的一个资讯。那么我们刚刚提过说，现在是采自愿性揭露，因此公司是得以选择检视财务预测或是完整式财务预测来做对外揭露的一个方式。那么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说，这个财务预测它的后续维护。那么企业如果说他发现他之前所做的财务预测有错误，或者因为呢基本假设的变动而对企业本来预测的这个结果有重大的影响的时候，那么企业呢应该要紧速重新公告修正预测的资讯，以避免呢误导使用者的一个判断。好，那么我们说这个是属于财务预测公告之后的后续维护。好，那么再来看一下财务预测的后续维护，它可能有两种状况。第一个状况呢叫做财务预测的更正，另外一种叫财务预测的更新。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看一下财务预测的更正呢，它是指说财务预测发生错误，那么在发布之后所做的修正，那是一种错误的更正。那么另外一种财务预测的更新它是指说是因为基本假设发生变动而对已经发布的财务预测要做修正。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是更正，一个是更新。那么同学要了解说，如果企业今天是发布财务预测的更正，是因为之前的内容有误而做澄清。
那么如果是更新的部分，是因为之前所做财务预测的一个编制基础已经有变动了，所以它要做的维护是属于财务预测的更新。好，那么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对上市柜公司，对上市公司应公开完整式的财务预测的认定标准。那么我们知道说，公开发行公司它公开财务预测资讯处理准则的第六条有规定哦，也就是公开发行公司如果它没有依照本准则的一个规定方式，而擅自的在新闻、杂志、广播、电视、网络，或是其他的一个传播媒体，或是业绩发表会、记者会，或是其他的场所，擅自去发布营业收入或是获利的预测性的资讯，那么金管会呢，他就可以请得请公司依规定来公开完整式的财务预测。那么这个目的呢，也就是说，财务预测目前已经是一种选择性、自愿性揭露的资讯。那么如果呢，你公司没有自动的去揭露财务预测，而擅自的在一些公开的媒体去发布一些对自己获利或是营业有利的一个消息，那么这样的讯息可能会误导使用人，也就是投资人或是债权人来做决策。因此呢，如果公司有上述刚刚所提到的擅自在一些公开的场合散布一些有利或是不是很确定的关于公司获利或是营收的一些利多消息的话，那么金管会就可以要求公司做完整性财务资讯的一个揭露。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金管会它对于上市柜公司就是上市公司就是如果有上述情形的时候，就要他要求可以提供完整式财务预测的认定标准。好，那么这个是以上我们今天针对财务预测的相关介绍。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财报的 Q&A。好，我们今天想要问同学的，也就是我们会计师合约，我们财务预测它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的会计师他又会出具我们的合约报告，那么合约报告基本他又会有包括哪几种呢？可不可以请陈主任告诉我们同学？好的，我们知道说会计师合约企业的这个财务预测的目的呢，它是在于提供会计师表达他合约结论的一个基础。那么合约之后呢，来判断什么呢？有判断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财务预测它是不是依据财务预测的编制准则的要点来编制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企业财务预测的基本假设是不是合理可靠。那么也就是说，会计师来进行合约财务预测合约的时候，主要是依据这两点。那么因此我们知道说，经过会计师的合约，会计师不能够确保客户财务资讯是不是真的能够达成，因此呢，他所合约的目的是在确信刚刚的这两点啊，所以这个是财务预测的目的。那么至于我们说会计师合约之后会对企业的财务预测出具什么样的意见报告书呢？我们大致有三种的意见报告书，一种呢是标准式的合约报告，那么第二种是否定式的合约报告，以及第三种是拒绝式的合约报告。那么标准式合约报告，也就是企业的财务预测完全符合财务预测编制准则要点来编制，而且它编制的基础是合理的。那么如果是否定式的话，就是否定刚刚的两点。那么拒绝式的话，就是会计师财务范围受到极为严重的限制。那么以上是我们针对财务预测的相关介绍。今天非常谢谢同学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